我本来不想开的，可是我就应该跟大家报个平安。应该有些人还会觉得 Q B 真的不见了，就是怕 Q B 不回来。好，让大家放心一下。这个家伙，我刚才把他放出去，然后30分的时候，就大概4分钟前，我刚才在楼上嘛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啊 ，Q B 还在外面，然后我就跑到楼下看嘛，然后就发现 Q B 在门口 ，Q B 在门口，然后在那边趴着睡觉，然后我就叫他进来，他就自己进来了，然后直接跑到我房间，直接躺床，搞啥 ？Q B， Q B， 我开开关关了，好啦，要关了。这是告诉你们，科比回家了，不要担心，好吗？他会自己回来。好啦，关了，拜拜。